久等的各位，我知道我很慢，我知道我超慢的。Hello， 大家。十二点呢，这个就是一个没办法准时的时间点。刚睡醒，我今天身体还好吗？没有啊，一样很酸痛，非常的酸痛。哎，圣诞贴，对啊，你们是还没拿到？我现在穿得很随便，好好笑。因为还没签完，那你们会先收到我的吗？还是要等他签完？还没拿到，可能要再等，不知道耶。他说有打包，好像有，好像有吧，好像有，有那个明信片包起来了，但衣服我不知道耶。我现在呢，我是觉得我耳朵里面有点水，等我一下。南瓜出门了吗？去哪？你们今天也要看公演？去钓虾？哈？怎么可能？今天公演是钓什么虾？真假的啦？谢谢欧比王送爱的抱抱，好酷！监工也是晚场哦，等下再到人。我原本昨天觉得还好，今天早上也觉得还好。我有看一只700，我买便宜多呢，我才不要买，超贵。我现在很丑哎，现在还有这个。哦，对哈。还有这个，我昨天好像乱折，不知道有没有受损，应该是没有。这个是随机的，是不是？我一点就是。手牵手过铺的照片，我鼻子根本就不见哎、欸，我是什么东西？这到底是啥、啊？消失的鼻子，佛地安，超平的，嗯，好好笑，反正就是拿回来了，饮料水还是流了。没关系，我这样也是过铺的。怎么坏了40收？以后要卖2000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偷偷问问，你有点可爱。Hello， 最后一个回上去。
昨天后台有拍吗？哦，昨天后台吗？我拍了两张很丑的照片，昨天根本没时间。给你们看啊，昨天两张还长得差不多，没有要发，不好看，会不会掉价？会。我妈咪会带食物给我吗？问一下。你会带食物回来吗？我现在对他的食物有阴影，说实话。真的很恶心，好去嘟嘴吗？啊！应该不用洗吧？啊！现在敢想味道吗？我就是我现在要想起来，我是记得起来那个味道的，非常的可怕。明天有好棒吗？好棒好棒！以后你看完了，我还有一集还两集。我看到那个史艾玛跟导演巴拉巴拉巴那边。昨天跟小天强健康说雨天一直不用，真假？我昨天好像有跳错哎，浴缸啊。不知道到底是哪一边。我昨天是一个左右部分，然后跟一个就是有点小放空，然后就。醒不了，太累了，表情呢还有点家乡妹的感觉，真的、哦、哪有乱讲，昨天真的超级好笑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、欸、好，你们就是要看我，我在想要不要敷面膜，但可能有点丑，算了。其实它只有30个，被你们发现我额头很高了，虽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。想干嘛？安阿哥。什么没礼貌？我像一颗鸡蛋。什么？你看，这还有一颗小豆豆。我想在外面排桌边。想什么时候再去？我只想买那个 solo 梯，其他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后面写一个台北，我真的觉得那个没学，可以再想一下。我今天可以用我的。16 Pro 拍帅哥，不是啊，就是最远的是马来西亚。看一下要从旁边飞，笑笑，你要不要举好安安？好用？什么好用？没有换手机，这个是命中注定的，绝对不会是为了谁而换，好吗？
Vision Pro， 真的吗？拍的蛮清楚的，好哎、欸。我一直在想说，我到底是不是需要画眉毛？那好像又其实不用画，不要画好了，懒。我们谁换呢？当然不刷。什么南瓜下车？下船。所以南瓜，你为什么可以说白帝比白高还要？帅，你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吗？你想，这衣服很酷哦。对啊，你们都没有吧？你不能这样讲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有吗？哈，我 get 不到哎、欸，可能是我的。审美观比较特殊一点吧。没有，我觉得藤井弘比较帅。什么东西？弟弟几岁啊？感觉比我小哎、欸，长那么高。为什么天气又热回来了？好讨厌啊！因为台风，热带气旋嘛。跟我同届小一点，哦，跟我同届哦。下车，还是画下眉毛好了。我要是看到我同龄的人在当偶像什么之类的话，我一定觉得这个人很怪。刷看，有不喜欢比我小的。他说台北好无聊。你是年上哦哦是哦。随便啦随便啦随便画啦不管了。我觉得眉毛这个东西真的是，我这样其实不用太认真的画眉毛，因为反正眉毛是一个会被挡住的东西。现在干嘛？现在遮瑕，等一下。不要管我的眉毛。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这个黑眼圈没救了。这好像不是黑眼圈，应该说是眼袋嘛。糟糕。我妈没有回我讯息的意思。她每次都不回我讯息。没关系，我没有在九分遇到他，没有跟他拍照，没事的。我只是在台下花钱的一个其中一个歌迷而已，不用这么的努力。我看到很多台湾饭在制作。周边，但他们是不知道藤井峰的那场是不能带周边这件事情。
也不是说周边，自制应援物。那你们在哪？什么？你们都要去掉、哦？对啊，它是不能带，禁止使用藤井风鸣子与肖像，而且是真的抓很严的那种。去日本场所，你不会看到有任何一个人拿出来，当做聊天室、欸。没关系呢。这么酷，对啊，怎么办？我黑眼圈好重啊，不是黑眼圈，我应该去啊，这是他的应援物品，不能拿出来，就自制的，非官方的都不能。你没有看到我的公司照啊？我的眼下有一块没有那个吗？没有磨皮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也是后来才发现，我的左半脸根本没有磨到皮。你们一定要看，但你们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我这边图档超级清楚。你们看吗？它这块没有磨皮、欸。然后我这半边的脸也没有磨皮，这里都没磨皮，我就哦，但我眼下那里是会看到一块这样，欸，很好笑。然后这里也是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哎，我眼睫毛飞起来、欸，自己换啊，但我是没抹啦，我觉得麻烦、哦。没关系啦，反正 IG 不就一个圆圆的吗？不用，没关系。反正也不知道这张照片可以放多久，会放年底而已啊，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事情，不用那么认真了、啊。为啥是年底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不会只放年底。还有九单呢。我好像是一个不适合卧蚕的人。那天是谁啊？我同学吗？你就说我有卧蚕，长得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我宣布毕业那一天，然后上台前，然后老师就帮我上台上，哦，帮你补个卧蚕喽。然后咻咻咻，然后我上台就两颗在这里。然后我后来发那个照片嘛，就我那个毕业文章那个照片。然后我就说，你这张照片哪里怪怪的、啊？是卧蚕吗？我说，哦，那个老师帮我加了卧蚕。我说，难怪我觉得哪里好奇怪，你好像不太适合有卧蚕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嗯，我刚刚是根本没上粉底，我就直接开始画吗？我没有上粉底，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？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？我刚刚是连眼影都画了、欸，卧蚕也画了，啥意思？这个顺序有点大错乱，但没关系。
我妈还是没有要回我讯息，我会带食物给我妈。我今天早上原本要去北车接我妈上班路的，然后呢我醒来的时候他就说我爸太早把他送到高铁，所以他已经上车了，你就不用来接我了。我的平板是坏掉了，我刚刚早上看他的时候还有50几吗？他好烫哦，他超烫的。然后现在剩下14%，换电池。什么？为什么要跟我道歉？多生气死我！有没有发现我那粉底？我没猜啦，想干嘛？我眼圈超重的。我后来发现用手遮的其实蛮好。你说比工具还要好，我无瑕的人怎么可能无瑕？没有人是无瑕的。再像我的睫毛，而且我有点懒，可以随便画一画就好了。好像其实可以随便画一画就好了，今天又不是要公演，也不会有人帮我拍照。我想到我今天画这么精致的妆容的话，我等一下回家还要卸掉，然后卸掉之后呢，我明天要再画一次一样精致的妆容，我就觉得好累哦。嘿，沾到了。回不来了，回来。我眉毛好像画两边高低不一样哎，没关系，遮起来就看不到了。后面可以选这个吗？不行。
你们知道吗？成员他们都一直在笑我那个，也没有所有成员知道，但就是很多成员知道，然后他们就在笑我在尖叫的画面。蜘蛛，都这样有蜘蛛。小林少女什么时候没有啦？因为我跟吴奇威分享，然后吴奇威那天跟了一些人讲，那他们就在笑我，然后他也是小秦，他不知道，我就跟他讲一下。超好笑！没有，是真的蜘蛛，是真的。哦。我这大腿好痛，什么平常不运动，我是运动过多好不好？啊啊！我觉得我已经跳了一个礼拜的舞了。我真的跳了一个礼拜的舞，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。帮我养，谢谢 Type Key 送千纸鹤。啊！我知道。哎、欸？我重新开播啦！没有吗？可是你看我上面的钻石数跟我的人热度，哦，可是我上面的钻石不见了哎、欸，你们那边没有，是我这边。他刚跟我突然跳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开那个位置权限，然后我就说取消，然后他就哎回来了，好，没事。那你知道什么吗？中间一个没在涂护唇膏的人。是我妈又要带东西回来给我吃吗？她为什么不理我？吴奇伟有给你们看他的明信片吗？刚刚有三个人顾着看我的直播，然后呢？你也在敞开吗？他们面前走过去，没有人理你，是不是？好好笑哦！抱歉喽，主办，我们也有查到他。
帕基利是什么意思啊？帕基利吗？是这样的概念吗？有一个日本人每次都会针对我的限动给我回，就是回复我的限动。哎，来追踪一下伟霆。现在才追踪，因为我是一个慢手的人。IG 这个排那个陌生讯息隐藏的是什么排过去的？不是按时间，像南瓜就在隐藏讯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干嘛？那你可以一旦不是隐藏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。那蛮多人在隐藏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没有吗？踏普，踏普在哪里？踏普也在隐藏，章鱼烧也在隐藏。欢迎成为家族成员 Tacky 吗？居然，应该没有，我不知道他这怎么分类的。咦，我肚子饿了。木奇都在哪里啊？奇都太久没传讯给我了，我直接找不到。好饿，好饿。要吃什么？我今天要出门。其实我根本不记得几点开始。今天开始。我真的。今天的手环卖完了。啊，手环是我绝对不会买的周边呢。黑胶已经没排队，因为黑胶要出示票券才能购买。他又来了，他又要卡住了，他就是一直要我开启权限，为什么？
哇，好多人哦。好多人哦。6点才进场，那不用那么早到啊。但我觉得应该去买个周边。我要去买 T 恤。但我在想那个 T 恤要买什么，另一个要买吗？还是就买那个就好，好像可以买那个就好。我肚子好饿哦。台湾卖的都超贵的，那个什么泰铢也才卖那个娃娃卖650而已，还是550。拜拜。泰铢650是多少？对啊，台湾600块，这边卖700，啥呢？渔夫帽那个之前就卖过，我肚子好饿，我肚子好饿。冰箱吗？因为我妈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，但我不敢吃。我现在已经有很大的阴影。冷气好吵。我的梳子呢？昨天放在现场没有带回来，这样会不会 被拿走？我觉得放在现场很大机会就会被拿走，就不在。这是我多年来的心得。梳子，那梳子被拿走了。咦？等我一下哦。怎么会没有？
消失了，我的梳子怎么办？主播没有去掉下。就我有可能放在现场，然后我就没有。但我昨天桌上都清空了，那梳子会在哪里呢？我昨天隔壁桌是阿丽。感觉他也不会拿到我的梳子。我觉得梳子现场有哪吗？我觉得梳子现场好像也没有拿。那我的梳子会去哪里了呢？没关系，我想不起来。我的平板是2%，那充电吗？嗨，我要怎么放？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要怎么一边冲？本想说你们看狠的直播，因为我在充电啊。所以工友都在乱跳。好狠哦，因为我在充电啊，没办法。现在干嘛？这样不会被挡脸。我肚子好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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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饿哦，好饿哦，看不知道会不会落枕，好问题。
你说就是，衣服很多，还好。你是没看过其他成员吗？你们有什么看到什么？蔡雅恩之类的衣服就真是多到不行。你们是直的还是横的？看直的、啊。就是我的荧幕整个是直的，但我现在是横的。你现在来叫外甥。那姿势，我歪头了，那应该是这样。不会闹着，不会啊。今天要吃什么呢？好饿。酸菜嫩鲜鱼，酸菜鱼，会附一个米饭。你想吃黄焖鸡？有辣吗？小辣，警告！他叫我，他叫我横的，他警告我哎！你有看到上面广播吗？你有看到上面广播吗？奇怪欸，有什么好警告的？我就没电啦、啊，干嘛、啊？奇怪、欸，我现在好，就这样。刚什么东西掉了？很容易掉啊，没关系，算了。奇怪，干嘛？不能横的播、哦，生气。加个豆皮。不要青椒，
好饿、哦。 UG 等很久， UG 大巨蛋店上次他真的做错欸，好好笑，赚了一波。拜天要绑什么呢？我礼拜六已经绑过，不是礼拜五，我礼拜五已经绑过蝴蝶圈。画完了，黑眼圈一样很重，但没关系。眼线。嗯？什么？昨天那个是蝴蝶裙，没错啊。怎么了吗？不是啊。啊？我把灯关掉，太亮了。佐田，有够可爱。哎，他不是这个月不会来吗？是你礼拜天会来？你好卡。明天，明天你在，赞哦！我不想卷头发，好麻烦哦。礼拜天你会在。希望今天坐我隔壁看演唱会的人会觉得我很正，虽然我不知道是谁。就会发现隔壁坐一个大正妹。
搭讪的？不会，我觉得我隔壁会是女生，因为我上次看藤井木的时候，隔壁也是女生，两边都是女生。我上次在日本看的时候也是女生，两边都是女生。不要靠近我，没错。哎，我是昨天在捷运上的时候，就是两侧突然间多了两个男生，然后就觉得右边男的一直在挤我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他就站起来走了。一个应该是高中生，我觉得不舒服。现在睫毛好像拍不出来，拍不出来。但我今天想要戴着眼镜，不然我会看不到。没有，一旦戴上会病也不要看。对啊，我要穿上去吗？真的是裤子很丑，好好笑，但这感觉很曾经风。我还是不会编辫子，那个抓抓抓头发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其他人怎么抓的，始终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到底怎么抓啊？然后他们就什么这样抓一撮，然后就随便抓，然后你看这手就打结啦。我真的无法理解怎么抓的。到底在抓什么？不绑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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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绑了。先放过自己，我也觉得。好好见偶像就这么干嘛？我昨天有绑好不好？我昨天明明就有绑，我昨天还卷头发哎、欸。我今天有卷吗？不卷了，放着。怎么了？我不卷了，我不卷了，我就这样去。我昨天有卷啊，
明天要绑什么？六点，四点就会到床。等会再夹一下，我不要，我不卷，我这样回家等下还要洗头，我觉得麻烦。还是花痴。还好我没有那种欸，就还好你们是理性的粉丝。不是，我就讲说，你看我在看男歌手，然后你们就会说快乐去看，快乐去看。有没有其实心在投诉骂我？我不知道啊。突然间超长耶，还是想看他闹脾气？没有，我不想要。我们干脆不要上班。你也想看 ？I know。为什么？他们会对我生气？我真的还是没买到。那还买得到吗？是十二月是不是？我十二月太忙了。
极多情绪价值。你要被瞎子夹，你在钓虾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真的在钓、哦？好荒谬！很好笑哎、欸。钓不到，有没有熬车钓啊？有些会讲说禁止折熬啊。圆山站有钓虾场，我还真不知道哎、欸，一个连鹅都没被咬了。欸、我懂掉下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点直播什么之类的，不然就是一直看着那个水面，他根本一直在看直播。没有掉下的时候要那个要认真看瞎子。没在看浮标，没事。他没了，我妈甚至还是没有要回我讯息，没关系 ，It's OK。我外送员是一个女生哎、欸。然后漂亮平常应该什么？我什么很宝宝啊！你们害我好想掉虾哦！去问一下吴奇辉。你有看浮标？还有位置？我不要。中午掉下怎么才不掉不到嘞？我就很像公演，我知道啊。中午会掉下，感觉都是闲人。你掉到了，真的，哎呦。是跟谁？我才不是钓不钓得到。Oh my god， 好痛！那这样想你也钓到我了，真的吗？
刷剧好像很久没洗，但没关系，直到我有点开始长痘痘那天起，才是要洗刷剧的时候。睫毛好翘哦，我觉得还是要用。没有，那个绝对不是痘痘。20%可以了，吸管是紫色的吗？是啊，让我们的睫毛再翘一点。昨天睫毛就这样用了，然后呢，就拿来卸掉。现在要做啥？等我的午餐来，我们就关播，然后你就可以专心钓虾。啊，我是真的漂亮吗？还是你们是你们的心，你们才觉得漂亮？可以吃播，可是我都不觉得我漂亮哎。没有啊，我在想我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类型，你们才觉得我漂亮，还是真的觉得我漂亮？你们都说我很漂亮，看看你，看你什么？你不受选，但是是真的漂亮，真的。我也觉得很漂亮，真的。我还是不觉得我漂亮哎，好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昨天蔡阳跟我讲，他说，他是有个工作人员跟他讲说，哦，我那个进公司的时候，我觉得安安真的很漂亮，很气质，但那就是太吵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啊，我真的是哈。我太吵了，我很吵吗？我不觉得我吵啊。我想，所以我昨天在 MC 我才想说，我什么时候变成搞笑这个？我哪里吵？这是什么？我近期给大家的感受吗？很吵吗？说的就很嗨。嗯，明天好早哦。我的还有13分钟会到。
他竟然是唱那个对不对？他就会只唱那十首歌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因为 Best of 富吉卡泽啊，2020到2024。你的心情想骂人，但你又反复人。你知道我容貌焦虑症的人才直男跟我说专病片，好糟糕哦，这个人。哎、欸，这个很欠揍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昨天娜娜问我说，她说南瓜跟谁？等一下，我就说哈，我不知道。她说哈，我想知道。那我就说哈，我不要跟你讲一大嘴巴，我觉得我超坏的，我不要跟你讲，很好笑。真的超坏。有人在问，他问啊，但我没有要理他的意思。我想他知道，全部人都会知道。啊，我不要跟你讲。就让他慢慢去猜吧。所以南瓜跟谁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问南瓜。那是哪门子的文章啊？真的是，那是什么官宣文？这不是我要的官宣文啊！但我是周月老。我不知道。啊，这是官宣文吗？我看不出来一丝，可能是我比较笨吧。我需要附图，对，我需要附图，请发一个这样子的照片，或是这样的照片，这样子才是叫做官宣文啊。就是你只要发图片，然后你就文字都不用讲解了。这，咦、嗯，对啊，应该要这样子嘛。请你再发一篇，好笑。好，撕嘞，撕什么撕？人家有男朋友，你还私讯，糟糕哎，没主见，我要笑死。下雨了，真的假的？还好我这边卷头发，不然也很毛躁。怎么办？就是好喜欢，就是好喜欢，散漫的脚步。我不会唱，不知道歌词是什么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彗星扎进爱琴海。如果说，是吗？我更不知道歌词。我讲的是一样的话，但我真的不知道歌词是什么。就钓了一桶虾。你们知道钓虾？钓虾要，其实最边角角靠墙壁的地方是最好钓。虽然呢，我尝试跟我学学姐聊说一样，喂，然后在中间，然后这样，啊中了咻，啊中了咻，然后我就这样，啊啪，然后就。昨天林果拍的照片很好看耶，眼睛好痒，嗯，好痒好痒，我眼睛好痒，好痒，救命，哦，舒服。哎，昨天好热哦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乌梅昨天超热的，我昨天开始这样下来，然后眼睛就一直进汗水，然后就，真的，我真的是昨天，半夜的时候可以去甩钩会中，真假的？要怎么抓虾吗？
是汗水还是泪滴？汗水和泪滴，汗水和泪滴。你只有你还挂单，你是拉不起来吗？我一开始也拉不起来，就是吴启慧呢，他只是说你要让咻的时候，你要拉起来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噔，要把就是那个钩子咻进去，拿的喂，要拉一个没起来，那怎么办？我怪兽你到底在哪里？我真的没看到他在哪里。他说他十分钟后，但是我真的看不到他在哪里。手把手帮我起来，你要尿到，赞哦！Monday， 天花板，你又失败了，要怎么拉？就是你要一个，浮标沉下去了，你先拉一个，顿一个，然后再拉起来，你就要觉得说虾子好像要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你不能浮标一沉你就拉，你要等一下，就是哎，这个虾子确定吃喽，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不会钓虾的人会觉得钓虾很无聊，但如果你会钓虾，你钓得起来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哦，这是一个什么可以让心整个人放松，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。这时候你会人生会有很多体悟，就是觉得说，哎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乱讲。钓虾对于钓人就没有啊，没有帮助，这是两回事。为什么一直有考试？没电了。五十二分钟前，认真米分两岁周边的准备，三丰 MXL 玩兽，哦，那个我没有买。台湾限定歌单，哦，他终于在为我外送订单了吗？你先去。
哇，是啦。哎呀，今天我想听课有没有在里面？嘿，为什么没有？我想要听卡姐哟。你钓到了，恭喜呀！哦，它快到了。没有人在乎我，我想听的歌今天好像不会唱。嗯，但没关系。没有吧？感觉两天会唱一样。我觉得他的侧面长得好像，好像，对，这样长得很像卫生棉吗？很好笑哦，不觉得很像吗？好像哦，超像的哎，这样侧边看超像。搞什么？哈哈，好吧，男性可能没有无法理解，但没关系。什么丑娃娃，咋丑？白胖胖的真可爱，这是啥？它叫 Windy 酱。我是现在要去买一个那个啊，他们不是装娃娃都有一个包包吗？但我没有那个东西，这样它会脏掉吗？明天可以接，你要去哪里买啊？大创五音。这是什么蒜头？它是云，它是 Windy 蒜头，哇！对不起，你讲的蒜头，我真的觉得它长得像蒜头，你知道吗？哦哟！
汗头。长眼睛的蒜头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可爱就好。的午餐来的，也太久，我也觉得我等了快一个小时。好的，大家拜拜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明天见。还有要卡，到最后一秒还要再给我卡。念个吧。第十名是果冻，谢谢果冻。第九名是王子面，谢谢王子面。第八名是许阿北，谢谢许阿北。第七名是海陆大亨，谢谢海陆大亨。第六名是冰彻玄，谢谢冰彻玄。第五名是欧比王，谢谢欧比王。第四名是 Sam， 谢谢 Sam。第三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二名是浩毅，谢谢浩毅。第一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大家好好欣赏今天的公演吧，拜拜，明天见哦，拜拜。